At first,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didn't expect Master would be in Xihu to spend the time with them. So you can imagine their surprise and excitement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that Master would return. Even though they didn't have much time to prepare and rehearse, they put on a variety of lively performances using their wisdom, creativity, and joyful spirit. We are delighted to invite you to enjoy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Let's continue with part 5. 哎呀，帐篷忘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已经翻过了五个山头了，还在追呀。我是连着也带来了，书也带了，睡袋也带来了。不要，睡袋忘了回去拿。干杯，干杯。睡袋带来了，是美国士兵带死的，我们两个一起盖。他们很会设计衣服，随便设计好看。你站住！那我胖啊，跑得喘死了。报告娘子，不敢动。看你这个样子，跑那么快干嘛？你不知道我相国千金在家没事做，整天吃吗？月货也吃，零食也吃，什么都吃，家畜吃一大堆，才会这个样子啊！才会这样等着38年才抛给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兄弟，兄弟，帮点忙吧，我不能动啊！大哥，你回来啦！哎呀，夜幕不浅了啊！这个饺子。漂亮！哎呀，我不要的，大哥搞的，当然给你。小弟，小弟。哎呀，这个大嫂啊，非常懂事，很贤惠呢。那个可以买3个月月货，你不要忘了哈。哎，我说啊，我们或许也是前辈子烧了几柱的香，才有今天这个姻缘，是吧？可能是庙那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事，我想啊，这样也好，算了，我也认命了。反正啊，我这个光棍也打了38年了，我们两个也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来吧。也不是很难看啊，只是比师傅差了一点啊。到了，我们家到了。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洞房洞。家。洞房。是不是？洞房啊。那里面有冷气吗？冷气，我看没有。你不知道胖的容易流汗吗？你可以开啊，前门后门都可以开，通风凉爽。也没有阳台，也没有花园。哎呀，我告诉你，你看上我就是你倒八辈子霉。我叫阿子拿，什么时候有看过阳台花园，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我告诉你，帐篷不错的啦，我刚才花叫人家花1100买了2顶回来的。1100哪里？人家1100可以买3顶哎、欸，笨。连这种都不会算。好，没关系，我告诉你，帐篷好处太多了，刮风下雨都不怕。我告诉你，你躺在里面，横躺、直躺，风都吹不动。然后呢，这个雨呢也淋不到。哎，哪天你不怎么办呢？会刮跑啊？不会啊，哪天你不高兴的话，收一收，还放在皮包里就可以回娘家了。哎，你觉得怎么样？哪里？师傅说那个还要外帐，还要帐板，那个花也是要花不少钱呢。哎呀，哪那么奢侈啊！我告诉你，下面塑胶袋，里面塑胶袋塞就不做了 ，PE 塑胶袋，知道吗？还塑的，要买对哈。哎，哎，编剧，我的信怎么没来啊？编剧，今天中秋节邮差走的比较慢，交通堵塞。有啦有啦，哎，奇怪。信到，你看吧，我说信来，信就来了吧。哎，大哥，大哥，那个信，你的信呢？还不赶快拿来，等那么久了，你不晓得我等这个很久了。哎，那是什么？看什么？你人家不懂，站一边去。大哥，
啊啊，哎啊，对啦，哦，哎呀，叫你念书不念书，这个叫做军令。那这个嘞？这个叫做如山。哦，兄弟，你念两句给我听听看。口山。看不懂，你叫嫂嫂念好了。哎呀，我看你还是有点学问，你念嘛。你就先。这是什么啊？等一下，我三家风好热。去拿。这个娘子还真难伺候。反正啊，那个，哎，你啊，好好的在家等着我啊，我一定会出去外面立大功，然后成大名回来，让你当个贵夫人。你一个死乞丐也没留什么钱呢、啊，黄金也没有，私房钱也没有，我的私房钱都拿来做这些衣服了，没钱了。你去当兵，我拿什么过活？哎，没关系，哎，啊，我，他去哪里借钱？哎、我看看。哎，哎呀，哎。这个是隔壁阿花家收来一袋黄豆哈，黄豆要干嘛？你在家里磨豆浆吃啊。哎，你有驴子吗？你有养驴啊？你自己磨啊，你那么胖，你手臂在干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是坐驴的，坐驴车，没有当驴子磨过。我看你手臂也是蛮壮的嘛。哪里？我这投了38年绣球才练成这一身好功夫的。没关系，我跟你讲。豆浆吃了养颜美容，豆渣还可以做饼呢，饿不死你的。还有欠什么的话，你去隔壁赊着点啊。隔壁阿花家有没有男生？有没有弟弟？啊，弟弟也没有弟弟没关系，有没有儿子？儿子也不错。听说好像刚生下来满两个月。两个月，那你要去多久？啊，我尽快不回来。两个月那、你去19年算了。好，可以。19年，他差不多也长大成人。好了，我告诉你。娘子，你一定要记得我教你的那些防身术啊！什么啦？谁记得？就是那个，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懂。我要是看到好看的，我就假装这样子；难看，我会把它。对，这你懂了吗？懂。娘子，你要快点回来，我们离别的时刻到了。相公，娘子，好了啦，不要吵了啦，走了。数来那月宫香，几腔几盼日几望。18年，贫贵中女回家乡。贫贵中女回家乡。又鼓又鼓。对。心疼爸母走三关。台湾受益回台湾，医生替我无人看，走找我这黄波川。这里一直叫我妈。
情婚纱纷纷。终于回到家乡了，来看看我的宝钏妹妹吧。18年前的帐篷还在，我妹妹可能还在帐篷里面孵豆芽吧。宝钏妹妹，宝钏妹妹，妹妹，妹妹，换人。入定了，入定了。很不错，玩具家人都不错，吵死了，一大早的。哇，这个像我的宝钏妹妹吗？我来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是啊。哎呦，是我宝钏，我等了好久。哎呦，嫂子啊。嫂子，你不要哭了，我今天是来给你报喜的。什么喜呀？哎呦，我的天哪，好像母夜叉一样。啊，是这样子哈、啊。是我的平贵哥那个大哥啊，告诉我，他现在啊已经凯旋归来了。是的。哎呀，我先来给你报个喜呀、啊。在哪呀、啊？在哪呀、啊？哎呀，你啊，稍微不要太情绪激动，我告诉你啊。你的哥哥啊，他已经娶妻生了。哎呀，你不知道，人生难得，在那个战场上，情非得已呀、啊。好苦，我好不容易等了38年，你嫁给了他，结果我还要18年啊！我命好苦。说起来，你也是真让我同情。这样子，我好歹也是一个军爷，那么不然你嫁给我吧？你敢戏弄我？你看老娘的最后一次功夫！哇，这个是罗面粉那一招，我记得。站到腰了、啊、你不就是我那个夫君吗？夫君妹妹站起来是呀呀拳嘛，两个拳。夫君，我等你好久了，等我起来了。哎呀，越来越凶悍了。你以前18年前是又英俊又潇洒，是吗？现在为什么会哎贵妃呢？这平贵杀人后就流水啊。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我去的时候是当火头军，把自己都烤劈了。再来，我从马背上南征北讨18年，从马背上摔下来，被马压扁了。哎呀，这么好的豆渣饼，豆浆粥，我给你补一补，我们团圆去。你这个生孩子啊！哎呀，师傅加持过的啊，好拼，走吧。王宝钏留等寒窑18年以后，罪不可当。好，我们大家出来跟师父祝贺佳节愉快。好，我们这边鼓掌，谢谢你出家使者为人公开的演出，厉害厉害。我们出家人很有才哈，他随便做很好看啊，随便用纸那个画一画，像。从昨天半夜开始的，我们住家人有才很多啊，不错不错。杜师傅，中秋佳节快乐！感谢，新年快乐！感谢感谢。Gracious viewers, we appreciate your company today for a memorable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with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Vegan. Part 5 of 8.